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邱马克。又到了新的一年了，今年新一代设计展就在台北世贸展开了。我今天要带大家去参观这个 Top 10 的设计。那这个是 Top 10 的精选呢，是我看完整个展览之后，从五六百件作品之中，觉得设计的非常棒的前十名来介绍给大家。那现在就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首先呢，第一的 Top 10 第十名的是给这张海报。这个海报呢，大家仔细看，它中间有一个亮亮的，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是亮亮的印刷。如果你没有特殊的设计，是没办法做出这种效果。非常的漂亮，不是一个正常的海报，是这个非常设计的非常漂亮的，有亮亮亮的银色的反光在上面去卷曲。那这个海报设计的非常的棒，是高雄师范大学工业设计学系的海报，这应该是有老师设计的，所以才可以设计的这么棒。学生设计的感觉不太可能。我猜测可能是老师设计的，那这是我看到的不错的一张海报，第十名。我们来看看第九名，第九名是这一间学校，叫云林科技大学设计什么设计学系啊？看不太出来，数位媒体设计系。那他们这个的布景。这应该也是老师设计的，不太可能是学生，因为这个的质感是非常的好。大家看到它是做成那个模型的，小时候玩的那种模型玩具，那一个一个拆开的这种，它把它设计成，而且色系是用绿色的，非常的好。它取名叫外出取材中，绿色的。那我们来看看它的海报，它的海报也是很漂亮，除了。一般平面的设计之外呢，它的这个设计是黑色跟一种 Tiffany 的绿，很特殊，很单调，但是却是很有 style。尤其中间的那个电脑，它是用一种类似亮片的方式，就是银色的漆做的，会根据周围的环境的反射出不同的光芒，做得很漂亮。这个海报也是。Top 10 之中第九名，非常的棒。这个布景设计的非常好，所以我给他第九名。那我们来看 Top 10 中的第八是谁呢？就这间学校，也是海报跟整体的设计。这个呢，这间学校呢，看不太出来是哪间学校。仔细放大看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它是国立台中教育大学文化创意产业设计营运学系组的海报。可以看到，它真的是突破一般的框架，一般海报都是长方形，它这个是突破长方形。你可以看到那个橘色的部分，它是突破而出的，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创意的设计，而且颜色也是非常的配色，非常的漂亮，就是黑色配上橘色的。一种色系不会很杂乱，那你可以看它是一个整体的设计，从它的名牌，还有矿泉水，还有袜子，还有名片等等，它都是一整套的，一系列的，非常的棒这个设计。那它再看看他们的布景，他们的布景呢，虽然说他们没有太凸显自己是哪间学校，比如说我刚刚看了很久才可以知道他是台中教育大学，其实但是他字非常小，但是他从外看他的设计感是很足够的。比如说除了海报之外，他的布景也是跟海报一样，就三个那个橘色东西突破而出，有点像飞出的感觉，给的一种意念叫泛流意识，所以这个设计也是很棒。这个给了第八名，那我们来看看第七名，第七名是谁呢？
就是这一间学校，正修科技大学数位多媒体设计系的布景。这个学校的布景，我不知道是不是老师设计，就是学生不太可能设计出这么漂亮的布景。但它的主题是烹排，它的主题是烹排，但也有可能是学生设计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总之，这个布景是非常的优秀的，你可以看到它做了，它是像鱼市场一样设计，鱼市场的设计，里面的学生都是穿的像在卖鱼一样。你看它的主题是澎湃，它这边有很多他们自己设计、自己做的鱼，不是，就是很有设计感，那不是放真的鱼，是用模型鱼。可以看到，这个主题非常设计的非常棒，所以是第七名。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六名，辅仁大学应用美术学系毕业展，然后他们的主题是圈跟叉，四跟飞。你看到他们的布景主题，就是也是设计很漂亮，粉红色加上黑色。那大家可能会有疑问，怎么都是讲布景主题呢？其实这个很简单，就是说刚好看了之后，有些学生他的水准不到位啊，但是他整个学校整体的设计是很棒的，所以我是挑选的时候是不会去分析学校还是他的老师设计的，我就 只看好的，挑出10个最好的。那这间学校的布景是第六名，非常的棒，非常的漂亮。从各种角度看，它会有不同的，这个四根还有折叠，这是第六。那我们来看看第五名，第五名呢有两位，那我们先介绍第一位。第一位就是这个票卡的设计，这票卡的设计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是一种一条一条可能世界，有点像极光的感觉。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一条一条这样间隔，你就感觉到，很有设计感。这是国立成功大学工业设计学系他们的毕业展的名片，明信片跟一个小卡，设计的很棒。那同时间还有另外一个第五名，我们也介绍一下，就是朝阳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他的海报。这个海报也是设计的非常的漂亮，你可以看到它967这个数字，把这六数字串在一起，然后再配上一个背后有一个类似雷射光的雷射，就是那种彩霓虹彩银片亮片的效果，所以这个海报的设计非常的优秀，它也是突破一般海报的设计。你想想看，就这要怎么做很难吧？因为你要后面有格状的彩虹，一格一格的那个亮片出来，这个设计就设计的很而且很漂亮，不是一般的人的设计，这应该也是老师设计的。那现在我们来看第四名的设计，第四名的设计呢，这个是有霓虹灯的设计，是有一个学生，这一看是啊，这是学生的作品。那这个作者就在旁边，这个女生，她把梵谷的名画呢，用霓虹灯的方式呈现，然后你按下中间这个按钮的话，它这个画会特别的改变亮度，所以很有创意，做得很棒，非常的有设计感。那我们来看一下，同样也是第四名，也是霓虹灯的设计，这个叫做去你的印象派，但是它这个作品并不是。这个上面这个霓虹灯，我只是觉得这整个的布局，用霓虹灯的方式来设计出来，很漂亮。像这个上面是用那种，这上面是用那种黄色、还有天蓝色、还有粉色吸出出来的一个效果，霓虹灯效果做得很漂亮。它这个布局布景是做得非常的棒，所以是得到第四名。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名的
是谁呢？第三名呢，就是这一个学生的作品，他设计的一个刮刮乐，是利用台湾各地的景点来做的刮刮乐设计，所以你看非常的漂亮。像这个是一个女王头的，你知道刮一个刮一刮女王头刮一刮，它就会有就跟一般刮刮乐一样，但是它的设计是很有创意的，是用女王头。你看台彩就没有想过这些，他应该来找这个学生才对，帮他们设计，不要整天都出一些很无聊的刮刮乐，没有什么意义的，比如说777啊，不然就是什么狂金元宝刮刮乐，你出一点像这种台湾特色的刮刮乐才很有意义啊，不是吗？那你再看看上面这个刮金宝地，这个是台湾外海的渔场吧，那这样刮刮乐很有创意。然后再看一下上面这个，也是一座山，上面有些房子，然后看看它整体的布局，一个彩券行。啊，这个是学，这个学作者在这边，这个学生，台湾的山峦地壳，他设计了很多刮刮乐，很漂亮，很有创意的刮刮乐。这是第三名，他做的非常的棒，在整个展览里面的这个学生做的非常的棒，所以我给他第三名。而且重点是他没有去模仿别人的创意，他是完全自己想的，像这种原生的创意是最宝贵的。那我们来看第二名，第二名呢也是跟台湾印象非常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学生非常的有创意。这个学生他设计了什么呢？仔细看，这是台湾的车，火车票，车票。大家知道台铁的车票就是非常的丑陋嘛，一个人就是用印，只是印制上去，没有什么特色。但你看这个同学设计的，他把台湾的鸟类、名胜古迹，比如说关渡大桥，比如说彰化大佛、阿里山火车，他把它设计成车票在上面，就像邮票一样漂亮。台湾蓝雀，然后下面是车票的存根，你可以看到这种设计。万一你像个外国观光客，如果来到台湾，拿到这种车票，他一定会觉得 wonderful， 对不对？不是现在那种简陋的、丑的不得了的车票。做这种车票也不会花太多经费，但是这些官员都不曾去想过，他们应该赶快去找这个学生去授权来做这种。那台湾整体印象马上大加分，但是很可惜的，台湾的官员是不会做这种事的。所以这就是台湾的创意没办法被充分发挥。像这些优秀学生，搞不好以后都只能去美国发展，因为台湾不被重视这些创意，这是我们的一个悲哀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体的设计、整装那个布景，可以看到它的主题是台湾在地主题观光车票的设计。看这个学生非常的优秀，还把它排列起来，他设计了24种样式的车票。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一名 ，Number One 呢也是一个布景主题。这是一个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的艺术与造型设计学系的布景主题，它是充分的利用霓虹灯管蓝色的一种设计，照亮了当地，再配合铁管，所以给人一种非常艺术的气息。这不知道怎么解释，就是像现在晚上走在街上，看到一些霓虹灯，有那种感觉。但它这一个布景主题就是一个蓝色的，发出光芒的一个，非常漂亮。跟其你可以跟其他的布景、其他的学系比起来，这一个学校的布景主题做设计非常优秀。你看它就是一个非常单纯的蓝色系的，发出光芒，设计的非常棒。所以我给了它 Number One。